职场上有真友谊吗？对，有，挺多的。有，我是有真友谊，但我十分的不希望我最好的朋友或者是最真的友谊是我的同事或者同行。因为有的时候你还是会面临到两个人在可能争一个东西，或者同时碰上了一个机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如果真的现在就像你说的，真的只有一个机会，你会让给他吗？以我的性格，我可以让。我觉得我就不可以让。最好的也不能让。公平的去竞争啊，我觉得这是对这个好的机会的尊重。哦，没事，你要知道你尽力了就好，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对。说不定你这个让给他之后，下一个更好的，哎，正好，那就我的了。对，其实我觉得就没有说一定要让。你让给他吧，那个机会也未必还愿意给他。对，就有点像前面让那个小韩做队长一样，就是是不是让给他真的是好事，不一定。